鲜血食人妖是乌合之众，但我们还是必须摧毁腐化根源。大家务必小心，谁知道这洞窟里还会有什么？为了古汉的荣耀，我的血属于古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绝对不可以让这玩意到地面上，立刻杀了他！收割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腐化形态，如果真的扩散到地面上，我们根本无法控制。武汉的隔离防避失效，母亲大人没有回应。测到剧毒样本，隔离优先层级为最优先级。吞噬，消解，扩散，感染。启动进化程序，侦测到感染状况，进行消毒。启动进化程序，感染。感染。侦测到感染状况，
进行消毒。一定要启动最终防卫机制，消灭病毒源头。虽然有太太帮忙争取时间，但是我们没办法囚禁古汉太久。我们现在必须集合所有的人，从源头阻止腐化。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